好啦，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华山，要来看《鬼灭之刃》的快闪店。我想插个嘴，你很像把贵宾狗塞在那边呢。放走吧，好可怕哦！听说很多人呢，怎么办？这边是排《鬼灭之刃》的吗？不得了，完全看不到前面在哪。面不够长，还看不到。要干嘛？要干嘛呢？实名制，实名制。如果大家真的觉得等一下有一点低迷，不是因为我不喜欢鬼灭，而是因为我刚上完拳击课，很累。子萱，帮我拍一下。嗯，怎么？爷爷的频道办第一次抽奖啦！首先你要先订阅爷爷的频道，并在这支影片底下留言“大哥没有输”，我们就会在下支影片抽出得奖人是谁。嗯，哎，怎么是你拍？哎，妍姐嘞？因为某人没有拍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演员的频道的话呢，记得按赞、分享、加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遗漏任何一个影片哦。排了，你有听到吗？旁边有人讲说排四十分钟。我刚本来还在想说，现在四点多嘛，如果我们真的排到六点进不去的话，就算了。都是小朋友哎、欸。我也是啊。Nope。回来，请回来。我们大概排了二十分钟不到，然后我们已经到门口边缘了。在外面的话呢，它就有一个拳击中路跑限定快闪店，到三月十四哦，到三月十四。我喜欢鬼面的朋友，等一下也可以看看我们的影片里面到底有些什么，在思考说到底要不要来排队，因为在寒假期间一定会更多人。一切都建立在它这个美好的品上。我刚刚其实有拍到哦，这里是你他们。限定快闪店的巨型扭蛋，等一下的话也可以去抽抽看，就是有点像一般赏的概念啦、啊。一抽三百，这个可以直接。可以。三百。哇，你太大颗了吧？对，巨型了。好哦。是米诺纸跟炭治郎小抱枕，小抱枕。大哥，大哥，这不是，这是三亿。哦，对不起。Nope。哦，你看，好可爱哦。日记本是跟炭治郎剧里面写的是一样的。哎，这个好可爱哦，这个圆圆的好可爱哦。但这个我还好，娃娃买回去会被骂，会被骂。会变 Yoko 的玩具。对。想买这个书签。这是透明收纳盒，哎，是每一个角色不同的宇宙收纳盒，可是我不确定这个可以装什么东西耶。名片，我拿名片出来，然后是这个盒子会不会太中二了一点？会，好奇怪哟。啊，我很想买一个，但是我现在没有看到。他说他是桌原子，就是放在桌边的那个。我觉得这个很棒哎，这个是现在很夯的手机袋。哇，你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女主角呢。对啊，米豆子，等一下一定要去跟她拍照，有点被卡住的感觉。哎，你可以考虑我过不过去这件事情吗？没有要考虑的意思。米豆子，我知道，等一下我也想要去躲一下。确定？可以，可以。鞋带。认真，而且这个鞋带还要450块。嗯，下面是什么？啊、冰霸杯耶！哦，皮夹，还有包包。炭治郎的电子机，会不会现在有很多小朋友都不知道什么是电子机啊？应该蛮多不知道的。我也不知道。好喽，那这个是迷你的桌上展示架，然后有刀子，这边有蝴蝶忍，然后还有甘露寺蜜梨。富冈义勇不死川石迷，这个钥匙圈是他的刀哎，这个刀也可以拿来当那个吧，开箱用。对对对，开箱用，开箱用。这个是它本来长这样，然后你可以把它打开之后变这个样子，就是大的帆布袋，逛街的时候很方便。
欸，这个很棒哎，万年历，这个可以哎，还是我们买一个这个来送大家。应该说有看就有送吗？当然是要来抽奖啊！有看就有送，这频道会不会太大方了一点？对啊，这个是它的钥匙圈哎，它里面长这个样子，精装版，连便当盒都有哎。啊，还有什么东西没看到？哎，你不是要？你确定？你确定？我可以耶！我靠！我靠！你还是赶快出来吧！你知道你刚刚扭蛋是哪一色？哪一色 ？K 色。K 哦，就可怜的哇。好啦 ，K 色 OK 啦。我觉得 OK。我们旁边找个地方来试试看看。哦，这个还蛮可爱的哎，它的卫生纸啊，因为竹筒办是米豆子咬的。如何从米豆子咬过的竹筒做出来的竹筒饭？我觉得他的饭太黏了。他的竹筒饭总共分三个时段供应，最后一个时段是3点到5点。我们现在已经5:19了，他已经从3点可能放在那边放到现在。而且你看，他真的是有点黏。它里面我刚刚有吃到一小块的香菇，跟一点点好像感觉是芋头。说有竹子的香味吗？也没有。说有那个米豆子的味道吗？也没有。米豆子什么味道啊？之前在看其他 YouTuber 开箱来拍这个的时候，总觉得里面好像有点大，东西很多，但可能因为时间也过了一段了，其实蛮多东西都没了，像是我很喜欢的啾太郎也没了，桌缘公仔也没了，还是因为我们今天来的时间比较晚，早上都已经买光了， 也是有可能啊，好不好？我好喜欢这个哦，我自己买了，然后就很喜欢这个。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看书的人，这个书签实在太好看了，好喜欢好喜欢，所以我就买了这个。但其他我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兴趣。好啦，那最后要跟大家讲，要抽奖哦，我们要来送出这个木科万年历，就是你在每一年其实都可以用它，这个是可以换月份、日期跟星期。最酷的是它可以放手机耶，它可以插着手机耶，好棒哦，还是我自己留下来。马上反悔是怎么回事？好了，要抽出这个给大家，要怎么抽呢？看影片结尾。影片最后提醒大家，这一集有抽奖哦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留言“大哥没有输”，我们就会抽出一名幸运儿，在下一集公布哦。嘿、对，为什么是我拍呢？因为他们两个都没有拍啊。